十七日下午，张艺谋妻子陈婷晒出女儿的照片，称小牛出的第一本书，标准的小吃货。小牛张艺谋今年才十一岁，就已经如此有才华，真是基因强大。《食物日记》这本书配有不少插图，还有少量的文字，这种画风可不是一般的童书。其实小牛从2015年开始学画，至今三年多了。张艺谋女儿绘本，张艺谋女儿，张艺谋妻子和女儿，资料图，张艺谋一家，资料图。